你知道这个棒子里面还包一位，有包肉，肉棒就下腰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，下腰哦！来，三百六十度，我们跟着他跑来，一起跑，哎，对。Hello， 我是果果，威廉省欢乐颂，今天终于要送礼物到我这里啦，好期待哟、哦，运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你看。很适合这里，哎，篮球魂在我身上不断的炽热的燃烧。我以前哦专门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投篮射手啦 ，Rock and Roll， 我是深色的时候，我们都说不同边的吗？但是美中不足啦，就是我每次哦投篮啊，都面包这样子。那这么近呢？这么近也可以投面包吗？我在这里都可以投面包，这里也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对嘞，怎么烂梗？这个是梗，但是你是真的投不进，怎么会投不进啊？打板打板！哦，而且那箱子一直在打我的头，那箱子去哪走了？你投看看，你投看看。每次都投面包不容易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你有办法表演一口塞面包吗？好，对，可以可以，塞进去塞进去，就快快快！热死了！这有什么难的？哇！哎、欸，没想到你会这个表演呢。好了，刚刚都是开玩笑的啦，这只是一个好笑而已的。我真正厉害是因为我以前打中锋啦，我很会抢篮板。拿来拿来，不要跟我抢，拿来抢篮板。这个是我从隔壁篮球场抢过来的。现在你隐约可以听到小孩子在哭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嗯嗯嗯。怎么那么多烂梗？对，我这种身材怎么可能打中锋呢？那支球队应该很鸟吧？啊，但是我这种身材因为比较端端灵活，因为没那么高，所以我那个哦，我那瞬间移动，瞬间移动。韩国人就是这样啊，来自星星的你啊，对啊，他讲瞬间移动。韩文跟台语就是一模一样啊，团结是不是？牛棍、红棍、海棍，哪有、啊？槟榔摊，槟榔大，不要抽烟，卖包魂，哪有？好啦，礼物真的要来了，三二一 ，open。这什么？这还换掉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对，非常配合你。他们这个是依照我的生理特征定制的，哪部分？手，有没有跟我的这个手臂这么一样？这是我跟那个这个林丹在那个棒球名人堂，刚好你是 Passion Sister， 对，双性兄弟啦啦队。而且他这个不止造型特别哦，你知道这个棒子里面还包肉，所以他们叫这个什么面包，你知道吗？有包肉，肉棒，哎，肉棒对。哎，不是啦，他肉棒就肉棒，这边那个。肉棒，肉棒，肉棒锤，肉球棒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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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肉球棒面包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干嘛？对，你还问我，我想问你呢，莫名其妙把我约到林口，然后一个屋子里面。我只是因为现在是有一个很火红的节目，叫全明星运动会，嗯，怎么？然后我在里面担任球经。哎、欸，球经是到底什么？球队经理。对，球队经理。哦，我以前当过射经啦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射箭队的经理呀、啊，所以我以前射经射了好久呢。我以前就常讲，我说我有射精，你有地位吗？你有阴蒂，我有质疑吗？对不对？我阳威，你海外吗？对不对？你有饮水，我有资源吗？都没有嘛。真的好厉害。我们来这里到底是要打篮球还是干嘛呢？其实我们今天要来打的是排球。啊？看他们那个可不可以参考他们练习？我们找一个那个调调比较像那个管理者的那一种。好，通常那个一定要有一定的年纪了。乱讲话。你好，林姐，请你嫁给我好不好。干嘛啦？这个你收起来，这个非常贵重。我花了三天在老虎街夜市找到的。哎呀，只要被你老公看到，啊，偷偷的。你还没嫁人，真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。我应该早点出现的。那、啊、你是他们的球精哦？对，我是他们的管理。我刚跟他讲，我当过射精，他不信。我以前是射箭队的经理啊。对啊，我有经历，他们就很球精。喂，你们球员哦，我来之前我有深入的了解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的队长我都认得。啊，
这是什么？松本娘娘会啊，你队长啊，170。你应该平常要打排球。我专精排球，你不信对不对？你也不信对不对？你们露出疑惑的神情，看看左手边，我是不是专精排球？我靠！谁可以把球排那么整齐，而且一条直线？可以哈、哦，好了，很为难，不要一直在那边讲那些无聊的笑话。我是真的热爱排球，而且我热爱到哈、哦，我随身都携带排球。啊？嗯，我随身携带排球，排球不？门里玩啊？啊，有人可以教我们打排球？对啊，那我就请我们的当家。当家球员在哪里？大爷。哦 ，OMG，OMG， 哇，好漂亮，是你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再买一个补给你。哎哎哎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马上，所以这个我就收着了吗？啊，当然哦。对呀，对呀。教练，那个我想要打球了，要结婚。What's your name？我叫怡如。怡如，哇，人如其名哈、哦，这个啊，就是哎，就是怡如就对了。啊，请教一个专业一点的，身高几公分？175。哇，175，哇哇，这个比那个玉涵还高一点点。名模的身材长得又这么正，真的？对啊，你怎么没有考虑去10还是凯沃之类的？因为已经有的。哦，哎，还很懂哎，因为已经结婚了。他是认真在回应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就是这样啦、啊，你只要找到一个好咖哈，就直接上岸，就不要再苦海浮沉了啦。所以你是好咖？哦，当然就是好咖。从零开始的话，那一般要从哪里开始？最基本就是从我们的接发球开始，接球的动作开始。哦，发球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发球跟拦网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发球，发球嘛，拦网来一人一个。发眼。对，发眼。你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在讲发球拦网，你跑进来怎么发球跟拦网？对呀、啊，你也有问题，你跟拿。好，不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哈筋骨比较硬了，可能要先从暖身开始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讲到热身哦，你糟糕了，你一定以为你很会热身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真正会松软筋骨的哦，就是果果本人。我刚跟他聊天才发现，他以前是特技的那一种，可以做什么一招吓死人的？这下腰。吓死你！吓死你！吓死你！下一位。来下腰哦。好，我们在360度，我们跟着他跑来，一起跑，哎，对，那你被摄影机拍到，有够荒谬，热身，来怎么热？认真要热身了，认真，然后我们生气吧，就是把脚勾起来，然后手呢就是做一个扫地的动作，然后你在做这个动作，应该会感觉你的腿后面被拉开，有，对，然后我们你不会揉到地板吗？不会到啊，我怎么摸不到啊？怎么距离那么遥远啊？所以以后在路上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哈，不要这样过马路，不要打扰我，就知道我只是在暖身。包吸完之后，直接往前蹲下来。然后对不对？对啊，嗨！千年杀。哎，有的男排让你以为他会生气，弄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乱说。好，来换脚。好，怎么样？前脚力量振起来，专注。为什么你跨一步，我要跨两步啊？来，第三次，水之呼吸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不做水之呼吸，我们做蜘蛛人。哦，这更难。哦，这怎么可能？做一下腹肌挺胸。哦。有，不怎么，有点狼狈。做完之后，力量平衡之后。后脚往你的手走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经典动作，但这很难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。哦，好，果果蜘蛛人快速版。哇！哇！你看，哇！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教两位低手发球。哎对，哎，这个动作要讲仔细一点，因为他们有的会的人哈，啊，都当作我们已经很会了，说啊就这样啊，砰！跳国标舞的也是啊，我去学。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，那、啊、但你不会是不是啊？笨，畜生！然后说啊，还轻声哦，畜生！认真，一路宝贝等很久。一路宝贝，那怎么低手发球？如果是球场那边的话，我们就稍微站侧面，然后站前后。侧面这是一种态度呢。都是右撇子吧？对，右撇子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站侧面，因为比较凶。其实正常这样也可以的，但他们就是这样比较帅。嘿，看着对方球员，胯下，太凶了吧？太凶了。
子是可能会被请出。打球一定要有一种气势啊，对不对？先用气势压过对方啊。拳击有没有？为什么都要讲垃圾话？就是一见面先干掉他祖宗十八代啊，其实屌完以后，他们台下哦，原来干掉他的还是他阿公呢。又歪了。我们一直都发不了球，一直停留在原点。原点发多久？你就赶快改发过去，我就不会讲了嘛。没有。是右撇子吗？应该都是右撇子。我看看哦、喔，看做 看做什么事啊？看做什么事？我算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平常那个的时候是用左手的。哪个？提菜。提菜篮的时候的，提菜篮对啊，发球哎、欸，应该右手右手。重心由后往前，然后我们大概击球的下方，我们就轻轻的抛球，然后球下。哦。你要看好你的击球点。啊，曾经有人在那边发球，结果球打到后面这个人吗？对。我要提醒他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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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是打排球的料。害怕你会？不，发球简单啊，这个发球，你看，天空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嗯，你看我随便都发那么漂亮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发过去。这个这树叶有专攻啊。快了，快了，就拉了一点。当什么？这边球精。哎呦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拦网，拦网是最难。哎，这样子怎么又好像探监呐？哪有？阿国，出来好好做人。而且他们在监狱里面根本没有名字，根本不会叫阿国。3657，妈，哎，出来。因为你们现在穿这样蛮像。人家狱卒。怎么办呢？真的很会关的。好啦，我们先测试一下两位跳起来的高度。啊，对啊，刚刚说要测你的高度啊。看能不能至少手掌要过，至少你要能过网吧，才有那个意义啊。啊，有半个手掌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是啊，我觉得拦网我们身高不行。接球的话，我们要一样先讲解接球的基本动作。球来就打，对，钱来就干。怎么啦？接球点我们一样，就是在手腕上方。我会敲恰似波的，就是简单的恰似波是吗？机会球，对对。多来几句排球术语来，还有什么 ？Exam。那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打之前都会上拔的。那我以后要干巴的。打开呀喽！排球是一个向上看的运动，做人也是一样，永远呢要向高处看，这样你才不会发现所有人都在超越你。喂，很好很好。喂，这个不是一下子练得起来的啦，但是我们是这样啦，像不像三分样啊？这样子好了，直接进入战斗状态。好，不得了，第一届威廉杯2-2排球比赛，忘了跟你们讲，我们是用沙滩排球的赛制，麻烦去换比基尼是吧？穿好了。考量我们的体能啊，范围不能太大，我们这大概就是这个范围，不小心就会出界。好，出界要喝一杯哦。哪有啦？那这样子，两个是队长啊，他们猜拳啊，我们被选，我们选，他们就那我们就好笑了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能普通的猜拳，你要疯狂黑白配。来，黑白配，人人配。你要这样哦，预备开始，黑白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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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怎么？哎，我们比赛默契不会那么好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选都一样？怎么有办法这样啊？来来来，预备开始。黑白翠，等着准备。哎，哎，你很尖呢。哦，大卫，专业在玩黑白翠的。啊，再选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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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定是选我，这还用讲？选我是吗？哎呀！耶！哎，啊你我要夸我水。哎，啊你宁可选女的不选男的？我要减选那个可以减轻我负担的。谢谢你成全我，因为你怎么知道我只想跟你如宝贝？我们是 CP 啦。好。对，我们长短脚之恋。人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好，准备开始啦！地表最强的二战，由一如宝贝先发球好了。对。好。有 ，OK OK， 这个手打平对不对？然后稍微要丢，按照国际规则呢，球要丢起来，对不对？但也不宜丢太高，好，大概轻轻的丢。
好，然后呢？变成教练了。啊！然后讲了半天说，不然你来好了。好，来喽！好，好，一二两四三四。哎，跟轻而易举，我们就得一分了啦。我拿电话发给我。哎呀，没想到发给你。在哪里呀？救回来！来！我跑错地方了，这样不行吗？那如果有人说，哎，等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啦！哎，就信用裁判，这样不行吗？不行。来，换你发球嘞！来了！哎！真的，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容易。来！不去跳了。喂！好帅！竟然有这种没出息的人，那我们站后面一点发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所以这个不算犯规嘛？对。我看过那个有人站到天母去哦。哦，有了。你能不能每次都是靠别人的奥赛在得分？就是要这样子。比赛谁不会失误？对，这样比赛真的一场恶战。对啊，难分难舍。来，低手，你不要在那边出怪招。对。谢谢两位妹妹啊，一如宝贝，还有什么宝贝？思南宝贝，你不习惯人家叫你宝贝是不是？对，不习惯，我偏要叫宝贝，阿妮。怎么了？对，不要再乱接了，赶快按右下角订阅支持威廉省欢乐颂。运动员很辛苦啦，你看他们每天这样子持续不断的练习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受伤。一定会，每个运动员都会受伤。他受伤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放心，哎，吓死人！哎，啊，怎么无声无息就出现？你看一下他们影子，哎，还没影子哎。我来，你在后面。哦，我在后面。哎，你是谁？是极速超跑举牌的防护员。防护员哦，难怪你说受伤没关系，有你。这防护员的工作是什么？主要就是让他们在比赛前会做一些贴扎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比赛。贴扎跟纸扎有什么不一样？差很多。所以我每次看排球比赛，看他们都贴东贴西的，那都是你干的。You did it, right？他们的那这怎么用啊？这是要干嘛的？这个是肌内小贴布。哦，肌内小贴布，对吧？肌内，肌内小贴布。贴哪一块肌？我们这边有腹肌啊，啊，腹肌下面有小肌啊，对这一块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妹妹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慧。陈慧啊，哎，陈慧真的是。贤慧。You have two brush， 你有两把刷子。哎，演技大考验，就是你很害怕你就会痛，要被电到那种感觉。我以前啊，以前综艺节目不是都有电影吗？对啊。然后又是电到，有没有？对，你演一次我看看。哎。等一下，我是真的被吓到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是真的被吓到。我每次都跟制作单位讲说，你不要给我搞真的电，对，因为呢，我假电更像真电。对呀、啊，来，你按按钮。沈玉琳，好，接受处罚。都没有碰到。丧尸。你会的哦，电到第一。真的有差，这里要用到完整的力量才能带动，但这轻轻带一下，它就是真的有差。所以我觉得很想买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这非常好。这是什么？这除腿毛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行，太痛。等一下，先放开，我要让你体验。我不要。我要让你体验，我要让你体验接受处罚。每次男生都要被拔腿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都不是女生？果果玩游戏玩输了，我会夹的，一二三啊！还好人，你没有腿毛，那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掌声鼓励！耶！哎，这一天下来哈、哦，让我们更加了解啊，这样为什么外面有笑声？因为他们很冷静。啊，他们不习惯，因为像我们是职业病，人家讲五四三二，我们自己就会鼓掌。五四三二，耶！可爱。
就是要习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去参加告别式也是啊，吴董事长进场，耶！不好意思，对，没有啦。一整天下来呢，我们对于这个企业女排呢，进一步的了解。对，哎，那个最近有比赛对不对，宝贝？来，一如宝贝，来跟大家那个宣传一下，请大家那个到粉专，好，上面就都有相关的讯息了。对，好，啊，下次你们有沙滩排球再找我。你打过沙滩排球吗？打过。哇，真的？啊，你有照片可以传给我吗？OK， 好，再次谢谢我们极速超跑，我们优秀的女排的队员们，谢谢。好，该是要面对现实。对，你要找到礼物了吗？对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刚不知不觉当中呢，我竟然就找到礼物。那个房务员妹妹有没有？她就提供我一个灵感，我决定要送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我精心准备的，我的懒胶。什么意思？干嘛啦？这就是懒胶啊！蓝色的胶带。啊，这就是懒胶，对吧？啊，不然你怎么称呼这个？啊，鸡贴蓝色鸡贴。哦，鸡贴鸡哦，这不是蓝胶就对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记住哦，这不是我的蓝胶，这是鸡贴，这是我的鸡贴， okay， 好不好 ？OK， 鸡贴。对，我就把这个呢送给我们下一位有缘人。那为了省欢乐颂，我要继续下一个行程，加油 ，OK， 好 ，See you， 宝贝们，好，大家辛苦了，加油，好，台湾之光 ，OK， 拼了 ，OK， 极速超跑，赞赞赞 ，OK， Go。好，念十次来。能拿念十次吗？对对啊。那你花木兰倒过来念，念十次。蓝木花，蓝木花，蓝木花。快点。蓝木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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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木花。精忠报国是谁？花木兰。岳飞。懂吗？会记打吗？你一定迫不及待想要跟我介绍球员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没有三两三，他是不会上梁山的。没有九两九，怎么可能练神功九九九？没有七两七，啊，竟然还去给人家做波音七四七，笑死人，对不对？没有八两八，啊，跟人家吹什么喇叭？嗨嗨嗨嗨嗨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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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嗨，劈腿，负心汉，偷吃的那个渣男，渣男，啊，所以呢 ，Go。妹妹在等你哦。不好意思，录影了。再睡一下，我昨天录到半夜三点了。好，那慢，再休息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赶快！哎，快！哦，刚刚是你在叫我，哎，再笨也知道要睡一下。啊，他叫当然赶快录影啊，赶快！掌声欢迎壮壮。爱看球类运动的人，如果不知道壮壮，你等于没有看过。很多人去球场啊，他不是为了看球，是为了看壮壮。好，谢谢。履历非常多，最早是国光女孩，对。然后待过哪几支球队？待过从一刚开始的话是兄弟下，到中信兄弟。Passion Sister 对，还是台湾队长，是带领整团去国外表演，然后又是乐天女孩，对，又是宝岛梦想家，对，团长。哎，那你不是眼睛一睁开就在跳？我每天，我现在都跟他讲说，我没有想到我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帮大家加油。对。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是哪边的加油站这样。而且还问你是加九五还是加九八？对，我说这边请哦，来这边请。啊，因为日以继夜都在跳啦，今天来录我们节目呢，就轻松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再跳一下好了。好。来，我们壮壮的啦啦舞。Dancing show action！ 吼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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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酷天，安达拉全力打倒嘞把晴空吧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是对特别贵宾我才会唱哦，平常我们都是干跳。我恨你！
我常常被要求干跳了，那我心里面就是一定要浮现一个音乐，不然那个节拍我不对嘛。对。啊，我如果把心里面那音乐唱出来，就是爱情的恰恰深感甜蜜，可惜身边的人，是。厉害！我有在后面跟。啊，这个你也会啊。小慧啊，爱情的恰恰深感甜蜜，可惜身边的人，是。要恭喜你啊！现在是全明星运动会对黄队的队长。是的，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有女队长。OK OK， 啊，你们的球精是谁？是我们的林湘。要不要安慰他几句？林湘就是，你知道，责任越大，承担的越多，但你会成长的更多，未来的之路你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做到，你是最棒的。不愧是拉拉队，因为拉拉队就是什么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对，没错。啊，上次看你打针，哇，惊天动地。不知道我原来叫了那么久，哎。对。你男朋友应该很幸福。没有，是虎口打针。啊，虎口怎么会受伤？就是在参加全明星，我们长期训练。嗯。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左撇子，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惯性手一直在常态性挫伤。啊，就去扭到了。扭到之后，马上让它好之后，又再次挫伤。哎呦。反复挫伤就变成关节发炎、积水，不能弯曲。令人心疼啊。啊，这么上进励志的女孩呢，哎，我真的很想啊买一个房给你。真的吗？什么房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洞房。不行啊，不建议啊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哦，好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日本料理串烧店。这是那个巴西烤肉吧？对，那个我们会窑烤的牛肉。放上去，然后在里面这样子烤，对，没有了，是传说中的西洋剑。哦，对，特别送你这个是有含义的啦。真的，西洋剑不是我最爱的剑哦，最爱的剑是跟你遇见。哇，谢谢玉林哥。OK， 好，就收下来。这个是拿来防身用。哦，防身，对不对？像你这种美少女，遇到歹徒怎么办？为了训练你防身的能力，好，今天呢特别带了这个东西来，蹦迪。我一个距离，然后我丢，然后呢你就接住。哇，这蛮难的耶。这里总共有五个，接满三个就过关。好，接不满三个呢，就要被打屁股处罚。啊，有惩罚哦。对啊，来试看看哦，来哦。好，好再来一个。好，可惜。是剩下最后三个。哎，你这个会让我不专心。再一个，啊！有这么难吐吗？你丢我吐看看。对，来来，偏偏正好没拍到，对不对？真的有拍到啊、喔。对，如果真的一直都弄不到。啊，现在科技进步，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弄到。来，你五个一起丢，对不对？分镜拍，嗨嗨嗨嗨嗨，这样，嗨，掌声鼓励。好强哦，果然是会硬的男人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在边耍猴戏哦，这个是眼见不能为凭 ，to see is not to believe。对不对？这样剪起来是不是以为我成功了？啊，其实这是透过剪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世间很多事情呢，你不能说我看到了，你看到不见得是正确的。眼见不见得为凭哦。对对对，好。言归正传，因为你输了要打屁股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那壮壮哦，可爱归可爱，漂亮归漂亮，但是你不是属于那种哦。哥哥，讨厌讨厌，拉链在后面。你跟
你跟林丹是同路的啦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就心里面住一个小男孩。我下次会好好学习。没关系，那个勉强不来。讨厌拉链在后面。你用那种声音讲，不是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，来试试看。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稍微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啊，你要跟谁学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，哎，哦，不要抬后面抬，有没有？零二零四五七八五七八，妹妹在等你哦。来，五七八，为什么？他的电话号码就是这样啊。预备 ，Action。零二零四五七八五七八，妹妹在等你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所以你是可以做到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，就是跟我近期以来就是那个运动节目录太多，就是比较女人味的一集。郭哥，言归正传，现在他要言归正传，已经录掉一集了。我们好多题材。不是，你先把我搞来这样了。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就是要跟着壮壮一起来运动啊！运动，嗯，第一关会是什么？我们要考验你，因为平常玉林哥也就靠腰靠腰，但他是不是真的靠腰？靠腰向前冲。对，靠腰向前冲，所以我们要一个靠腰力的感觉。好，该不会是骑马机吧？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因为有一匹马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考我，我还先想考你呢。真的吗？啊，我们节目有一个优良的传统，就是我们会让女嘉宾哦，女艺人呢，就是考验腰力，那个叫做起身挑战，因为你特别具有运动细胞，所以特别要考验一下。好，对，来，我们准备挑战，来，壮壮的起身考验 ，Ready Go！ 哎，男的女？啊，哎呀哎呀，壮壮第一摆的车祸当中，失去了伊呢。自从一拜了，人拢叫伊小红帽，因为伊的阿妈去有大野狼嫁去啊。蛮难的，我刚才找不到重心哎。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你应该拿到诀窍了，对不对？拿到诀窍。好，来第二次。好 ，Ready Go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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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有进步，四点三二秒，四点三厉害，可以啦可以啦，下次来的时候就挑战一秒以内，好，对呀 ，OK， 那我们就移驾到骑马机，来，壮壮挑战骑马机开始，来寻找金币的方向，哦，所以左上角那边有金币的位置，对，嗯，对对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哎，哎，壮壮算厉害耶，你看马上就上手了。但是你骑马的动作怎么稍显不协调？哦，来了来了来来了！哦，有一大堆。先有一个哈。哦，有。哦，三枚金币了。快快快快！四枚金币。在是那里哪里？哦，哎呦喂呀！哎呦。哦，有，看能不能挑战第六枚金币。怎么找啊？真的看到我了。啊，哦，有 OK。可以可以。说到底下，说到底下。算 OK 啦。好，来，哥哈，骑给你看。好。对。参赛选手二号玉林哥，准备开始。哎，要怎么没带动？上马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。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在这里前方。哎，对啊。哦，这里非常多。现在就是玉林哥开到了一个宝藏之地，可不可以把握每一个金币都吃到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看起来他该走路线跟壮壮几乎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线。大家比这一分钟当中，谁吃的金币比较多？速度非常好哦。哇！还有哪里？哇！哇！好哇！哇！糟糕，越走越远。剩下最后的七、五、四、三，右手边有一个，右手边在哪里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差一点，又难又累，弄完以后只想发出一个声音。制作单位的规则说，输的要开合跳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合跳，那你先示范给我看。好，嗯。开合跳，预备就是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，差不多。嘿，不要再乱看喽，赶快到右下角订阅《威廉省欢乐颂》。多了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我帮你跳完。他们本来设计这个都是要看女生啊，啊，但是呢，每次呢都弄到我，因为我都赢不了，都赢不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OK， 下一关挑战是什么？下一关，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，带你去 ，Let's go。好，玉林哥头痛，要来考验呢，我们玉林哥的手力、脚力，还有臂力，我们就来考验一下玉林哥的运动细胞。那这样好了，三关啊，一样三战两胜啊，阿叔的被打屁股这样。好，可以，那先从这个算是手力全力啦，对，全力，这个就荡下去嘛，没错，对，来看谁厉害这样子。好，来哦，上，来哦，就是用蛮力而已嘛。没错 ，Ready Go。250斤，来二五七，好，二五七 ，Your turn。准备喽，壮壮要准备出拳哦。好 ，Ready Go Go。我破纪录了，我要整人，我打坏纪录，你好厉害哦！这台机子是你养的，是不是？打这个有诀窍。诀窍在哪里？诀窍不是只有手，是要。提气，用核心打下去，所以不能用蛮力，不能用蛮力，那不来试一试，再试一次啦，学个战术一次啊，对，认真哦，认真哦，来哦，核心哦，核心，它到底核心在哪里？核心在肚脐三指下，吸气提气，提起来之后，哈 ，Ready Go， 哈，哈。有专业的指导哦，进步神速，千万不要傻傻自己哦，这边瞎弄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受伤。OK， 太好太好，来来来，啊，这个就是比脚力了，对，比脚力啊，用力踹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来，年纪大考验哦。好，这颗球劈腿，负心汉偷吃的那个渣男，渣男啊，所以呢，一起死啦！这是 One Lady First 的 ，OK OK， 阿丢，你去假赛啦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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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，Love is everything。现在比赛呢，形成呢非常悬念的，对，一比一，关键呢就在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谁赢就赢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第三关，第三关，厉害了。有一个人哦，你跟他讲话都听不见，雷神。哦，为什么？索尔。这就是雷神之锤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就是蛮力的啦。对，好，这个也是有口诀的哦。等一下就喊乌龟怕铁锤，然后我会接着小鸟怕下锤。有点重，有点重吗？对。乌龟怕铁锤，小鸟怕下锤。好像没有很理想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有打到边，来，乌龟怕铁锤，小鸟怕下锤。浑身是劲，要不上树？好，上树，上树，上树，你就打到边嘛。对，好，来上树再一次。好，来哦。Go， 乌龟怕铁锤。小鸟怕下垂。啊！干嘛的戏？有哇！再一次机会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再一次，再用力一次。Ready go！ 乌龟怕铁锤。小鸟。
鸟它下垂，我的小鸟真的下垂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就进惩罚。总统获胜。哎呦！我吓一跳，你不要做假动作。我们这个规矩哦，哥呢愿赌服输。但是呢，该有的惩罚还是必须要做到位，不能小利哦。好。因为呢，有时候妹妹哦，她就不好意思打长辈啊，她变成了撩哥了。对不对？用出你刚刚那个乌龟怕铁锤的吃奶的力气，对，太小力，你反而要被打。真的。预备，哎，呀！太小力，太小力，你要为你的仁慈付出代价，对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啊，他就是太小力，要怕被打，因为我们节目就是来真的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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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来真的，哎，怎么局面变成这样？来哦，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痛哦！哎，这个一种做不出的快感，对，对呀，还不错。而且香蕉哥专门发明这一种，对啊。我讲你刚刚哈舍不得弄我，因为哈你知道也是敬我是长辈，对，你弄他，哎，把你真正的力气弄出来，对，来来来来，把你真正的力气来哟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哭了好紧张。跟高尔夫球一样，哎，挥开一点，然后啪一下去这样子，对，嘿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啦，这样会受伤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对，他内裤穿很厚。好，来喽！来哦！一、二、三！啊！给他呼呼，给他呼呼。笑笑笑笑，对。篮球机是。你是 OK 的吗？没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向前解致敬。我跟你讲哈，投篮我不敢说多行。但是传球倒是我的专长，我的传球是得到志杰的肯定的。志杰是谁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现在就传给你看。真假的？我传50个球给志杰。现在？对。你要怎么传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传球给志杰啊，50个球啊，他还说传得漂亮。我跟你讲，他投篮要有投篮的样子。刚刚说要给前姐致敬嘛，是。所以呢，就不能随便呢，哎，穿不是球衣的衣服呢来投篮。我有特别呢帮你准备球衣，准备球衣。我随便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随便。好，因为你是我这样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外号叫做运动精灵。好。篮球球衣请换装，壮壮沈立新的球衣现身啦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叫壮壮，你只有编号3561。壮壮。为什么这个衣服哦，别人穿起来就像犯人？穿在你身上呢，就异常的可爱。我跟你讲啊，穿衣容易脱衣难啊。是。脱衣服要脱得性感可爱呢，那更是难中之难。哦。来，壮壮的脱衣秀。哒啦啦哒，哒啦啦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啦哒啦哒。一秒性感，终身性感。哦哦哦哦，哎，哦，哎呦喂呀！好，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裤子啊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融合的 M 字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香蕉哥哦，很久没领酬劳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手不要那边动了，你这边，这就是他的酬劳，你不会介意啦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他开心我就开心了，对，谢谢谢谢。好啊，谢谢谢谢。投篮我是还真的蛮 OK 的哦，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只有这个比较不靠蛮力。可以，好。好，来准备啦，来。球滚下来了，而且这个算简单的哦，因为这个篮筐是不移动的那一种。好，现在球如雨点般的落下。哎呦哎呦，哦。哦，原来他空心还有2分呐！哎，加油加油！哎，目前008.8分。哇，还有3分的哦！
剩下最后的十秒钟，目前分数是17分，进球数来到了21。时间到，进球数23，球数是23，是，所以超过23就是我的啦。好，来 ，Go。进了十颗球，所以我输了。下一关棒球，搞不好就赢回来。是，好，来 ，Let's go， 棒球。这里要致敬谁？致敬我们的洪志哥，郭哥。向郭哥致敬。我们要投球，这几公格啦？16公格。16公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人有8颗球。然后就比看谁呢最早连成一条线。如果我们两个都连不成一条线呢，那就比谁打中目标有几个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先好了，你先。对对对，啊，他会弹出来哦。啊，我们一定接得到吗？哦，来，我就说我们一定接得到吗？来，第一颗投出，来，哎呦喂啊！第二颗投出，哇，没有。第三颗投出啊，哦。哇，糟糕！哎，完了完了，最后一颗是不是？啊，那一颗都没有。郭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投资类我竟然没有打中。哎，我发现我只要集中目标就可以赢你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差一点点。哦，有了。啊，有哦哦，一次来两个。哦，有。中三个，中三个，哦，所以总计中3个，获胜成功。对对对。大会呢已经把比赛成绩呢公布出来了。嗯。篮球壮壮大赢，棒球。威廉神惨胜，他处罚是福利挺身，可是因为我们各赢一次，本来是一个要做10下，我们就一人各做5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动起来。OK。来，一。哎，你马刚差不多嘞，啊，到底谁在拍我啊？你拍一下他们两个，两机都在拍他。三。四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懒人福利挺身。五，是什么？再冲他，冲他一下。六，好，修刚。好快乐哦，感觉做了很多事。要紧的事来了，礼物呢？因为我们是礼物大接力啊。嗯，我今天准备了很棒的礼，就在这个百宝箱里面。哦，要送给下一个来宾啊。哦，是的。你已经装在里面了。已经装在里面。揭晓！哎呦，哎呦，大鲁阁游戏代币券一张，大概等于100出头，所以呢，这里有10张，10张就将近1000多块，有2份，一份呢送给我们下一位有缘人，好，那这一份呢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来抽奖，对，抽奖，所以喜欢壮壮的观众朋友呢，赶快踊跃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再次谢谢壮壮，谢谢，下次见啦，下次见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我讲乒，你讲乓，我在讲球，乒乓球、乒乓球，看谁讲出嘴这样，好，啊，好来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乓，输了。哦、这个东西我没输过，来，你先也可以啊，对呀、啊，好，来、啊，乒乓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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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乒乓乓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也可以大声啊，嗯，对呀、啊。太阳刚选前有做一个正妹排行榜，第二名，加油，以为才你17岁，今年。赵柯霖美女助选团，美女美女美女大美女 ，I love you。哎，那好好的在剃什么头啊？今天初13啊，新的一年除旧布新，帮你剃个头发，让你前凸后翘。
好运到。今天来这里是有原因，这里啊算是一个里民服务处，这很像美法院。这位邻里开箱的里长蔡雅刚选前有做一个正妹排行榜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大家已经很好奇我在讲谁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你看，我都永远把它带放在我的口袋里面了。一啦，就是他啦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跟他的小孩，等一下。喂，苏宏宇，来，你再看他的脸，猜年纪。他看起来苹果肌很痛，二七二八。哪里有做？鼻子吧。胸部有吗？这都看不太出来。胸部应该没有啦，胸部有做这家店会倒哦。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tonight is good night。欢迎金雅里的青科里长苏宏宇。来，这很年轻耶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观众朋友应该有人也会猜你十七岁啊，他们都太夸张。我猜你，而且一定猜对。你现在大学几年级啊？太夸张了。跟大家公布你的实际年龄，我也很好奇。我今年37岁，然后有两个小朋友了。闹科林。刚刚不是带过一个是我们一起的吗？这个事情不要再跟人家讲。啊，我上个约会的钱你有收到吗？不够啊，再来一点。哦，你起来哈，37岁，但你几岁结婚呢？32岁才结婚的。啊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？这不好说吧，老公在现场哎。啊，我的情敌表弟。这正牌老公啊，刚刚是开玩笑的。刚好那个两个女儿鼻子像妈妈，眼睛像爸爸。鼻子摸一下，摸一下是真的。验证一下，因为网友被我们这样一讲会误导。好，对，来你那个验证一下。真的。哎，不得了啊！蔡阿嘎选你是第二名嘛？对，非常感谢蔡阿嘎认同。当时心里的感受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，好多好多里民跟朋友立刻马上就是传那个道贺简讯来说，哎，你入选第二名呢。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其实也很多那个街上的里民婆婆妈妈他们说，哎，我原来不知道我们这个里上出了一个美女里长要出来竞选。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自己问呢？竞选的是谁？跟我竞选的其实是两位年纪比较大的长者，啊，那一位是在地里长。那你这个等于就是乱拳打死老师。这一次出来能侥幸获得比较高的选票，其实也是很令人惊讶的啦。听说他们两个现在一肚子火，气到抽凉烟在家。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你跟阿伯讲几句话了。阿伯，我们为了这个里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服务，拜托你们了。这个美发店是谁开的？哦，是我先生开的。先生这么有才华，是设计师。对，我们在这边开店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。那你自己也会剪头发？其实很多人都不建议夫妻一起共事，很多摩擦。那比方说，如果为了工作呢？夫妻如果不摩擦，就不会怀孕。摩擦太多，其实也会影响夫妻感情。影响感情就是破皮啊，就是我们的感情破皮，我们的感情破皮了，对，还会流血。对啊，之前有跟他讨论过，原本想说想要当他的助手，然后可是因为他觉得说，哎，如果我是助理的话，那到底是我叫他做事还是他叫我做事？所以经由考量之后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说，哎，我们还是各自做各自的，为了我们家庭和谐美满，我们决定各奔东西。你讲的是对的啊，我老婆以前就是我助理啊。你看你表妹都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她是你表妹？你们私底下怎么了？这个我要来那个大嫂关注一下。男人没个好东西，注意一下你老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刚刚看她斜眼再看了一下。没有，现在有男人会斜眼看我都很正常，没有斜念，就是想看一下。美女当然养眼啊。不是，人家多大方。如果是看他的脸哦，可以接受，就是因为美的事物大家都喜欢。看身材就考虑一下，你好吧？真的就是看身材。我等一下好好回去跟他来处理一下这件事情。啊，这次能当选呢，还有一群人呢，算是鞠躬绝尾了。来，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美女助选团。哇！哎呦！哎，美女，普通。好了，开玩笑的啦，要当讲过来就不会错了。美女，大美女。玉玲哥刚刚说的表妹是这位是吧？我们很熟悉，你不用跟我们介绍。玉玲哥未婚
可以帮忙蒸一下吗？表妹叫什么名字？Amber， 好 ，Amber 华华，她要择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今天一定要把她送出去给别人，因为我警觉到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。刚刚进来，我送给她我们这段时间最后一个礼物，我给她一个暖暖包，代表什么你知道吗？暖暖包是热敷嘛、，I love you。助选期间他们很辛苦哦。对啊，他们会陪我一起扫街拜票，然后甚至跟陪我去跟着垃圾车跑，跟他们讲讲我的理念、我的想法，然后让他们多多认识我。为什么要跟着垃圾车跑？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会走出去遇到人的几率其实不多。可是大家怎么样？生活一定有垃圾吧？垃圾总不可能堆在家里不倒吧？就是你是垃圾，应该说你们都是垃圾。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啊，你还记得你的竞选理念是什么吗？你不要选过就忘了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上面有证据哦，落实什么服务？长照服务，还有永续乡里的建设啦，还有里民服务啦，有证据啦，有证据了。恭敬应该以后的那个服务中心会在这里。对，以后服务中心会搬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反正你就一不做二不休啦。你啊，加上美女与助选团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很多阿伯不是都喜欢来泡茶吗？啊，来这里呢，沾染一些青春的气息。啊，他搞固酮，给他重新分泌，肾上腺素请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妹妹们就简单就奉个茶，阿伯就开心，身体重新活络，细胞重新呼吸。里长陪坐，心情就愉悦。啊，我预想中的金雅里是会非常热闹的，因为我个人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热闹跟办活动的个性。你喜欢热闹办活动？对，想要讲什么？没事啊，很好啊。你是有疑心病啊。园游会、运动会，以及说跟我们这边金雅特有的羽球场，他们去做配合，然后做一个长时间的羽球比赛，或者是说让居民他们可以长时间去运动。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羽球场是。安娜，你愿意带我们去羽球馆吗？没问题。听说那里有帅哥教练，对不对？哦，有，我们那边有教练，有大专杯的教练在等着我们。嗯，当大专杯遇上一罩杯，哇，那精彩。OK， 那我们就去找那个 A 罩杯哦，啊，不是大专杯啦，大专杯什么？对，一罩杯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他是大专杯的什么？羽球冠亚军。OK， 哦，那这么多人要一起去吗？要用跳的哦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来，来，一起哦，一二三，啊！哎，那几个妹啊嘞？换了一批呀！啊，还能够空中抓小鸟哦！哎，啊，我要介绍林香给你，你还带你老婆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不是，她是你谁？学妹，干嘛的学妹？你听起来那么暧昧，学妹？没有，学什么妹啊？球馆的员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艺林。来，艺林跟林香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林香。哇塞，怎么毫不犹豫啊？假设她没结婚，这三个人你要选哪一个？对啊，是林香。我是朋友无情啊，是社会现实，所以为了验证他真的是冠军，而且他体能很好，必须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三个给你选择一个，公主抱转三圈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林香。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，你得罪了里长，又得罪了你的同事，那就不能只是转三圈，你要抱着林香绕那个阿伯一圈再回来，这样，这就是你的处罚。公主抱，好，来跑去阿伯面前跟他说，你要跟他说被温莫啦。好，第二趴伏地挺身都会了，林香坐在你背上，也不用多三下就位，来，好，来。来第一下，再来第二下，自己的创新啊，傲笑嘞，导游一下就不错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好，什么啦？好 ，Ready Go， 一，好了，来再来，可以，加油啦！你此生梦想成真，心愿已足。这个影片哦，到时候你把它下载下来，告别式的时候播。好，可以。来到羽球馆啊，要羽球大战。政委，你跟林香一对一。好啊，我们就抢三就好，统一都给女生发。好，假设你赢的话，里长加入；你又赢了，艺林再加入；你又赢了，三个通通处罚。女生处罚就简单，用拖鞋打屁股；男生处罚就蒙眼哦，开车上高速公路。来，各位，大专杯遇上一罩杯，羽球大战正式开打。
来有往。林江，海不加，怎么回事？谁赢了？你赢了，因为我都没看到球。好，1-0，教练这边暂时领先。林江准备来，准备。好，发球过网。啊，这球统一不算，明星队啊拥有更大的包容。Ready， 好，教练完全举重若轻，态度从容。2-0，准备了。2-1，啊，走二走二，对，我们那个明星队啊、也不能无限制的走，我们就可以走200。好，发球过网了，来李湘反击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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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赛后心得采访，下次有信心会赢吗？下次应该会哦。好，但是可惜已经没有下次了。各位，但是李长是厉害的哦，听说你为了今天的比赛，前3天就来特训。对，我有跟教练来特训了好几天。不要让你师父看你没有。好，我更认真一点。更认真。还是没办法，那必须要加入第3位了。我发现哦，就算加30位好像也来，我们临时更改规则，3-1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用左手，我用左手。好 ，OK， 准备了，预备。哦，哎，左手他就比较不行了，你看，你看吧，有机会了吧？机会啦，机会啦！我跟你讲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透过大会的鹰眼系统，你看吧，机会吧。好，现在女生队1-0，哇，1-1来一局。我来，啊，我来，啊，你来个屁啊！你来，2-1。集合，给他掌声鼓励，很厉害，厉害。到后来都用左手了，恭喜我们教练获得大专杯 VS 一道杯第一届好的胜利。好，来，我们就处罚位置，这很大声哦。哎呦，哎，听阿伯哎。上次有一个女艺人一打下去以后便秘。不会啦，这个大声归大声啦，但是还 OK 啦。林湘常被打，体感怎么样？很舒服，你会期待下一次被打？嗯，对，然后你还会半夜私讯我说，玉林哥哥，拜托你来打我。还没关关。你是刑警官，我必须要郑重的告诉你，很多人想说没关系啊，我就这样弄一下，想要做好人。如果你打得太轻的话呢，换你要被打10下。为了让你感受一下，他真的不会痛，你尽管用力，我先打你试试看。交给你了，我先问你，你要先苦后甘还是先甘后苦？先甘后苦。先甘后苦，对不对？甘，小苦，大苦，这个意思吗？来，林湘，请就位。来，第一次哈。对。记住一件事情，你不能让林湘幸福，至少你可以让她舒服。来 ，Ready。综艺史50年来被打得最用力的就是你。对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好可怜哦。过来拥抱一下，安慰一下啦，呼呼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弄痛你，然后还抱你。下一个就你了，来。你如果不用力的话，你会被打，让大家见识你的黄金右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用担心里长的报复。打完以后，好，我搬去隔壁，离开金牙里。准备了 ，Go！ 我们来好好聊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旁边聊。
你先。你今天半夜不离开哈，马仔你到也会羞耻。不要到时候。钱哪里买的？可以通知我一下吗？买不到，他买不到。玉林哥，我们去找一下厂商。对对对，这还蛮舒服的。我们来批发做这个生意，来代言。你是人啊，我就打扮成鸟，人鸟牌的，蓝椒白。蓝椒白情趣脱衣，人鸟啊！我讲那不标准了，不你讲话没？蓝椒白，哎呀，对呀、啊。你要把林香跟李长的力气加起来。Ready, go。可以啊、哦。可以。对。私下说。很大声啊，但还好没那么痛，对不对？就怕你爱上了。你爱上了打电话给哥，家里名蓝椒白情趣拖鞋。好，好啦，今天啊，为了感谢你这样子播控哦，参加我们节目录影，这只鞋就送你好了啦。我马上收藏起来，快回家。我们金雅里的李明有福了，为什么？有这么漂亮的里长在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呢，又有服务热情。他又非常的体贴大家，要祝福金雅里越来越蓬勃发展、啊、好，再次谢谢我们苏宏宇里长，谢谢教练，谢谢依林，好，我们威廉省欢乐颂邻里开箱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大嫂要多注意一下，我们常常有在互动、啊、有在私密，这是表妹，对，表妹啊，这位是表妹，这也是表妹，表姐，表姐，好、哦，表姐，表姐，哎，有像你们三个，我三个，啊，这个像是偷生的，是好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开玩笑也很漂亮，是，对呀、啊，啊，结婚了吗？两个孩子，哦，好，那就不用再多了。